欢迎收看我不喝拿铁频道，今天要去玩手 FIFA 2，我要活下去。如果没有订阅拿铁频道的话，记得订阅，打开通知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新的影片通知哦。好了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呢，我们要来创造一个火影忍者的角色啊。首先呢，有一个新的服装在哦这边，辉煌之塔，黑夜之枭。好，这个还没有抽过。然后我不知道你们看这一集的时候，它活动结束了没有？那就要10月21嘛。然后主要来讲，它就是每一层有一个钥匙，然后你要抽到钥匙后才能够到下一层。然后每一层花费的钻石是不一样的，19、99、199、399、599嘛。然后每一层的话，如果说你直接把它全部抽掉，它有一个8折折扣。然后每收集一把钥匙就可以拿到对应的奖励，奖励不可以重复。好，大致上来讲就是有点闯关的感觉吧，反正就是抽到那根钥匙就对了。然后左边这边的话，黑夜之枭组合包悟空嘛，房卡悟空，如果现在你们要拿到的话，很多活动都会有啊，我相信应该不是只有一个活动。总之来讲，就是玩家没有悟空嘛，那你就是用抽的，然后他应该是没有办法用金币买啊，大致上来讲就是这样，也不能用钻石买，就是用抽的嘛，现在应该是这样的活动。然后这边一抽是19钻，我们直接试试看吧，看一抽能不能抽到、啊、也没中。好，再来，他一层是60钻，一抽是19钻，60钻的话就是等于是，中了，这样可不用抽一抽啦，不用抽那个一层的啊。OK， 第二层总要抽到5层就对了，一抽99，一层是316，8折。我觉得我们今天试试看一抽好了，为大家测一下一抽到底有没有机会中。又中钥匙又中钥匙很好中啊。再来，第三层是一抽是199，1/3没中，哇，再又199。这样子如果不折扣会比较贵，就变398。哇，没中。该不会前面两层是故意吊我吧？好，没关系。这边是直接保底了，就是它有个保底嘛。这边一抽是399，一层是638。我们看会399带走，1/2。达沙我已经有了。又中达沙。399，这已经中。好。最后一抽是599，好，599就直接中了，拿到悟空，哈哈，悟空已经有了，这个好拿到了黑夜之枭。好，为什么要抽这一套？原因是有原因的，我大概花了2000多钻吧，原本8000多钻嘛，2000多钻抽到啊，还可以接受，我觉得一套服装要2000多钻哦，碎啦，有这个面具的齁。好，因为火影忍者里面他有一个角色叫做宇智波带土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火影忍者啊，我是有在看啊，只是后面有些剧情看不太懂。然后还有一个服装，我们之前有抽过一个服装，我觉得搭这面具应该就会有点像宇智波带土，当然不可能100%像，因为毕竟不是联名啊，只是说搭起来鬼灭卫士。好，鬼灭卫士原本是长这样嘛，然后他面具很像那种川剧脸谱，我觉得有点丑，然后也没有适合的面具。在最近出这个面具后，我觉得哇哦，好像比较像一点的。虽然他的面具长得有点夸张啊，可是看起来感觉是有点像火影忍者里面那个。然后发型的话，因为宇智波带土发型不长这样。不过我们先搭搭看，这个发型应该是比较适合一点点，因为他头发好像是有点像刺猬头的，一点点短发的刺猬头。鞋子，哎，完了，鞋子应该是搭类似木屐吗？木屐应该是比较像吧，这个寿司郎的搭个木屐，因为我忘记那个宇智波带土的脚是怎么样，头发我们可以再搭搭看，看比较适合的，好像没有类似短发刺猬头，我这边好像我已经算很多服装了，可是比较适合的但没有衣服，我觉得一点点像小的衣服吧，就是这件衣服一点点像。至少它版型看起来很像长版，有没有？好，这个就是宇智波带土。好，不知道大家觉得像不像啊？那我拿个武器好了，拿一个啊，他好像拿一只很大的那个芭蕉扇，拿这个吧，燃烧的刀。好，这就是我觉得搭出来的自搭组的火影忍者里面的角色啊，小里面的宇智波带土。那我们宠物换一个颜色搭一下。好，搭上这种感觉啊，然后我觉得这个游戏其实你们可以自己搭配，就是看你要搭出哪个角色，因为毕竟它游戏很多东西是
服装是可以拆开来的。然后这个面具我觉得不错，主要是要这个面具啊。然后其他东西都还好，因为这个面具搭起来就比较偏向火影忍者里面。而且我记得他那个宇智波带土好像有三个阶段，就总共他的面具要有三个阶段嘛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。然后到后面的话，就眼睛那个面具就变一个，然后最后面不戴面具嘛。大致上的概念就是呢，一个神秘角色，然后后来才发现原来他也是宇智波一族的人，对。然后我最后就搭成这样子给大家看啊，然后看大家觉得像不像啊。然后大致上来讲，其实你们还可以再换其他造型啊，因为如果你们就有这套服装，这套服装是之前幸运转盘的，那时候这个是最便宜，好像一张图纸加几个进化石就有了。头发其实应该是比较偏向这种发型，只是我现在没有黑色的，它是黑色头发，然后一点比较刺猬头一点点，只是我不知道 FIFA 有没有出过啊。啊哈，这个蛮好笑的，哎、欸，这个好，这个袋子有点多，不过好像这样也好像也可以。好，没有了，大张就搭给大家看啊。这就是我觉得还可以算搭出一个火影忍者宇智波带土的风格。那我不知道大家觉得像不像啊？总之，我觉得有时候这样子搭，然后去玩游戏，如果玩家可能是喜欢火影忍者，会觉得哎、欸，这个好面熟哦，好像火影忍者哦。好，总之来讲，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啊，就是分享一下抽这个黑夜之宵、啊。那我帮你们看这一集的时候，这个活动结束了没有？因为我这是最后一天，哎、欸，最后一天抽了，那我不知道这集什么时候抛出去。好，就分享给各位啊，火影忍者的角色，对，有点像啊，我觉得有点像啊，可能有些人可能觉得不像，没关系，可以留言。那我们今天游戏玩到这边，如果大家喜欢拿铁影片，各位喜欢持续订阅，打开通知铃铛，后面有一些叫 FIFA 的攻略与情报，也记得订阅 YouTube 主频道、副频道、玩具频道、哪一频道，之后 Twitch、IG 粉丝团搜寻我博客拿铁就可以找我了。也谢谢你们收看，我们下游戏见喽，拜拜。